最近由金秀贤、孔孝真、车太贤、IU 等人气明星主演的 KBS 电视台新剧制作人开拍在即，众主创于三月末在江南某影视中心举办了首次台本练习的花絮照也在近日遭到曝光，引发外界的极大关注。在新剧制作人中，金秀贤一改往日的荧屏形象，变身新人 PD， 精湛的演技令现场发出阵阵爆笑。除了金秀贤之外，以一身导演造型亮相的车太贤将饰演真人秀节目导演，而孔孝真则出演音乐节目导演，至于 IU 则本色出演人气歌手。据悉，制作人以电视人聚集地的首尔汝矣岛为背景，围绕电视台综艺部为舞台而展开，讲述发生在制作人之间的故事，预计将于五月初播出。夜色的新闻中心上海报道。